怎么证明自己是人类。我一直怀疑你不是人类，而是害我爸妈的那个 AI。我应该没有冤枉你吧？你们俩也知道学校里有 AI。其实我一开始就怀疑是你们两个其中一个。怎么，还不生气啊？是因为你程序设定不能生气，还是不懂什么叫生气啊？你知道阿西莫夫模块吗？机器人三大法则：第一，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，也不能做使人受到伤害；第二，在不违背第一法则的情况下，机器人必须听从人类的指令。哎，长，什么事啊？这么急？哎，你们快点跟上，来不及了。看，没骗你吧？吓我一跳。第三法则，在不违背第一和第二法则情况下，他们必须保护自己。你能不能勇敢一点啊？你们不要管我，说过我一个人面对，就我一个人面对。最近 AI 伤害人事件越来越多，他们开始大举追捕 AI。你说什么傻话啊？如果伤害到人类，他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有我们两个在这儿，你怕什么？那就是永久销毁。我们还是不是朋友？我们从来都不是朋友。按照隐藏密码方式的来看，那么这个 AI 最可能的就是